玩具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一起认识恐龙吧。这是三角龙。这是剑龙。这是翼龙。脖子好长呀，这是腕龙。哇哦，好帅呀，这是小朋友们很喜欢的霸王龙。哇、哦、看起来好像一个绿色的西瓜呀，这是雷龙。咦，这个恐龙长得好奇怪呀，这是苍龙。这个恐龙的脖子也很长，这是梁龙。哇，这是一只黄色的脊背龙。这是一只甲龙。听说它跑的速度非常的快，这是一只速龙。头上有一个小小的鼓包，这是肿头龙。哦，这是一只复制龙。好帅呀，这是牛角龙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恐龙你们认识几个呢？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喜欢我们的视频也别忘记点赞和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